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一款 Dance of Death 简称为死亡之舞吧。这个我不就称呼它为 DOD 吧，规避版权的关系。这款 DOD 的话呢，它呢是拿了3年以前我去看了一下我的节目的一个列表，851集，在2017年的11月24号的时候呢，我更新了这一款玩具 Alien Attack 所推出的幻影，它是致敬到真人电影。变形金刚正电影第三集的这个 Dino，哇，那这个 Dino 这个2011年推出的电影呢，然后有这个铜号呢自主设计，一直拖延到了2017年才问世啊。那是一款非常不赖的一个优秀。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呢，当时啊，就是第一，它填补了这个官方没有推出一个新模具的幻影。那虽然是这样，可是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2011年的东西，你2017年推出的时候呢，它是以第三级的 Deluxe 等级的尺寸下去做一个设计，结果最后呢，17年的时候呢，官方的 MPM 级别已经出来了，变成说它的体型来讲的话呢，就比较不能够跟这个主力的那些产品呢做一个匹配了。而其实也就在那一年呢，在这个玩具推出的那一年，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网友们的这个想法建议啊，各种的风声就说啊，这个应该要放大变成 MPM 级别啊。那事隔几年之后，还真的就放大。其实应该是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吧，是很早就说要把它给放大到 MPM 级别，因为是个呼声真的太高。那作为一款模具已经设计出来的话呢，自然发挥它最大的商业价值吧。那么这一次呢，确实的推出了这款 DOD 之后呢，两者之间的模具呢，并没有做改变。我这样把玩了几轮下来呢，可以说除了放大之外，就是这个脚底这个地方加了合金，以及涂装的部分，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和涂装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或者是新追加涂装啊，或者是原本没有涂装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加上了红色的一个漆面。那包括头也是一样，都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涂装的一个改变。那配件的话呢，也是之前有的呢，原则上也都是保留了下来。那配置的方法的话，如果各位想要对这个模具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去看我851集。原则上的玩法呢，也都是一样的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着重在它的一个实际上把玩之后的一个手感的感觉。那当年的用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去做啊，所以身上呢没有齿轮关节，你可能觉得还行，但是一旦你把它放大到 MPM 级别的时候啊，加上不免呢你会把它跟官方的 MPM 级别的玩具呢放在一块做比较。就会发现到说这一款身上呢没有齿轮关节的话呢，它的一个劣势呢就会出现了啊。那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它原本就没有做的一个东西呢，你要它横空新增出来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在细节方面的表现呢，由于放大的关系啊，有红色的部分呢都还挺漂亮的，这个漆面确实是漂亮，没有什么问题，镜像的效果也是做得很好。但是在其他这个非这个涂装的部分的话呢，这个细节的部分呢就会显得是偏少的一个状态了。那轮胎的话呢，一样是保留了这个橡胶胎啊，这橡胶胎的一个设计呢还是有的啊。这个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只是非常的紧而已啊。这个我一度拿到的时候还以为不是啊，但是确实是还是有保留下来。那有一些原本没有涂装的部分呢，有做一些加强。还有我手上拿到这一款的话，它是没有手指的替换件。我记得当年那一款，手指是有一个替换的一个功能啊，但这一次的话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没有也无所谓，因为那是非常鸡肋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可动度的话也没有做一个其他多余的一个变化。那这个人物在玩的时候呢，就因为体型变大的关系哦，后面这两个部件的话，这两个尖刺的话呢，我觉得变得是比较重要，在对人物的一个站立性的话呢，还是蛮需要它的。那人物如果你要一字排开，跟其他的 MPM 级别摆在一起的话呢，架势还是不赖，这个漆面还是挺漂亮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死亡之舞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我玩到后来我才发现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关节，在原本的 AAT 的话是一个球关，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换成了是另外一种的一个关节，那这导致于说它后面这一块的一个折法呢跟原本 AAT 的是不太一样的。 AAT 的话是要把它给折进来缩到最小，但是这一款的话呢却不需要，这一块部件就不要折了啊，这块部件不要折啊，因为我发现折了之后呢它反而呢在变形的时候呢是比较不能够变得很到位的啊。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看到上面有一些油油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个地方的关节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紧的啊，所以呢我就是给它上了一点点细油啊，不然的话我根本就是有点转动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不方便的，转的不是很顺，而且它这个关节的一个部件来讲是稍微比较细小一点，为了怕把它弄坏的话我就多上了一点点细油啊，把它给做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保护吧啊。那这个地方讲完了之后呢，其他的变形呢跟原本的模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了啊。首先的话呢是把这个带着这个刺的圈圈这个部分呢给旋转180度啊，这个地方不做也是可以了啊。那把这个背包的话呢从后面这一地方给松开，整个的给解开之后，这个地方稍微往上挑一些些，我们把这个整个臀部的话从内侧的话呢给翻出来，这个这样看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啊，把它整个的给转出来啊，提供一个最大的空间给我们。再来是把这个胸口的这个地方呢透过呢就稍微扭动一下啊，可以把它给松开来。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把身体往上翻，这个时候呢必须把这个轮胎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给解开啊，从这个地方解开看到有个凸在那边，两侧都有，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解开之后呢才能够把这个头给往上翻上去。那我们把头往上翻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好了啊，这一块部件啊，这个部件我们先把它给翻出来好了，再翻到180度 OK。 那这个把这个头往上翻的时候呢，这里有块部件，这里是一块 C 型扣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开啊，这样方便我们把整个头呢给往上面转出去。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手臂跟轮胎位置的一个互换，轮胎的话就先把它都给往上翻就行了，手臂胳膊的话呢往内折进来，透过关节把它给折进来，折进来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是朝这个转到这个方向，我们把它呢给往上面推。那往里面推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个螺丝钉跟手臂中间就是有一个连接杆的，连同这个连接杆呢是一起的要往上推上去的，然后呢再把这一个手臂的话呢给往内反折进来，这里的话呢有多重的关节。那这个拇指的话呢我建议是往后面掰过去啊，就是跟其他的几根指头呢我们把它给分开。那这个推进去的时候呢是这个整个给推上去到这，你可以稍微的透过画面呢你可以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地方往上面翻啊，这一带的一个双动关节都是要运用到的。那再把这个这里看到吗，这里有一个沟槽，应该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沟槽，这个地方我刀子可以插进去的，这个地方这里是一个滑槽，要把这里轮胎的内部呢有一块呢比较薄的一个范围，这一带这个地方是最薄的这个部分给插进去这个位置里头啊，这个其实不难啊，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这款玩具的话呢你一看就知道了，这样子一插进去，那这一条胳膊这边的话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个胳膊给转进来，然后呢这个往下面推下去啊，整个的往下面斜下推下去，然后呢是要折到这里一处两处，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啊，双动关节的两侧都要弄到啊，把它整个给推进去。然后这个拇指的话我建议是往后放啊，因为变成车的时候这一带是有空隙空间的，我们就尽量把一些部件的话呢朝有空隙的地方呢来做一个翻折，再把轮胎的话呢给往这里扣进来。行了，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手臂胳膊已经变形完成了，再来把这块部件呢往外面挑出来一点点啊，这个往外挑一些些。再来我们就进行一个车头吧，车头的话呢是把这个胸甲这个部分呢往两侧，还是内侧是有双动关节的连接杆，先把它往外侧推出来一点点，往出来都推出来一点点。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原本这个肚子这个部分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啊，在原本的这个部件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缺口的，它就是要扣在这个东西的上面，我们来把这个部分呢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折。这里的话我手会去把它习惯去把它给捏住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我们搓的时候受力还是比较大啊，这个避免这个东西
有一个强大的受力啊，我们就把这个这个部件两个胸口先往两侧再打开一点点，这块部件往上面推，推上来之后，那到推到一个上方一点的位置，这里推上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卡钩，把它给勾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把它给往下面勾进来，哎，这个机器人的腿啊有点小妨碍我变形啊，这里这个本身是这个地方的变形是不难的啊，这个把这个胸口这一块往前面一推一点点，来跟它做一个结合啊，扣扣扣扣，这边扣进去了啊，另外一次 OK 咬合进去了啊。好，那么呢这个都咬合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接下来进行一个啊，先把这一块跟这一块，这里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整个车身必须要给打正了，哎，这个地方扣进去，这一侧的话也是一样的啊，这一块部件稍微调整一下，哎，这里把它扣进去了。再来就是把这个两个凸凹这里做一个上下做一个结合，这里的话我认为是要先扣了啊，先扣这个地方啊，这里。那这个当年三年以前我在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我对这里的变形呢是感觉是比较惊艳一点的，惊艳一点的，因为它的一个利用塑胶延展性来达到一个变形，但是却意外的舒服啊，这里扣进去。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利用一点塑胶的一个延展性，把它拨开之后呢，把它塞进去啊，在拨开的那一瞬间瞬间进攻啊，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密合度了啊，你看到没有，这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对不对？那么呢我们接着进行它的一个下半身的变形了啊，上半身的话呢这个它这里有一个往后面翻的一个这个地方，先把它给组合好，好了，这个地方，这里车顶盖这个部分啊，把它给扣进去好了。OK， 这样它的一个形状会更加的一个立体完整一点。再把这一块部件呢，这里这块部件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这个看造型就知道了，也不用特别去死记啊，这看了就知道了啊。好，我们干脆把后面这个地方也先变形完好了，这个地方啊往上面推进来啊，它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这个地方它记得要扣进去啊，一定要扣进去这里。这个扣的不够完美，好，这边也是一样，就这个往内推进去，好，然后呢这种侧边这里把它给压进来。好的，这个车子的一个尾部的话呢，我们也顺便呢把它给变完了，接下来就进行脚了啊。脚的变形呢，先把这一块脚的一个侧边这一块变形完成，这个地方推出来之后反折之后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把它给扣进去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这里往上面反折推进去。再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话呢脚的话呢进行一个反折了，那这一块部件呢是推进来，然后就往内折进来，折进来，那折的时候呢是极尽所能的把它给缩短，把这个腿的话呢给压短，那压短的话就是要折到这个关节为止，整个都要往后做一个压缩，往后做一个压缩，哎，这样你先大概的就是你先把它从这个地方就要往后折，然后再一个反折。当然你还有一种更暴力的做法，就是呢就直接的就是推到里面去之后呢再做调整，那我们就没关系，我就稍微做一下示范好了。这里这边啊，这个脚，这里你看这个脚，理论上啊，这个玩具呢它理论上是放大之后的话呢，我却感觉呢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啊什么的，有的没的啊，其实并反而是没有之前 Deluxe 等级玩起来那么样的一个顺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放大玩具的宿命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就把这个脚的话往内放进来往内放进来，嗯哼，好，把这个脚往内折进来，奇怪，好像两侧没有一样高，怎么回事啊？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两侧的一个结合。这边这个脚的话呢，原则上呢我们就是我是不是折太多了，好像折太多了啊，这个应该是折这样子就可以了， sorry 了，我刚乱讲的啊，不应该是折了那么多，这一侧好像比较正常。好，把它给推进去，嗯哼，
这里也是一样。如果说呢，你前面的话呢，你折的一个位置不对的话呢，就是还有一招啊，就是把它给塞到这个车子里头去之后啊，再硬去推去压呢，原则上它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变形到位的了啊。这个对它的一个计算公差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样的，把它捏一捏，压一压，推进去。好，前面的手指就放进去。因为我看来我是自作聪明啊，这个前面这里的话是直接把它推进来再调整就可以了，不必先行调整啊。现在转的有点辛苦啊，嗯。今天是这样，哎，调整一下就去推，去挤压它。好，那我的话呢，就是可以建议大家先把后面这一段呢给变起来，你可以先把头尾的话呢给变形完成。嗯哼，这里一样把它给扣进去。好，然后后面的尾部这一带把它往内翻进来。这里先把它给扣上。这个手一直冒汗啊，然后这个玩具本身的一个表面很光滑。所以在这个把握上真的是没有完全能够 100% 的把握好。好，那这里的话呢一样啊，这里这个透明部件它要塞到这一块部件，这个要塞到它的下面去，塞到它的下面去。好，从这个地方往下压，这边从这里把它给放进去，它这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这边哎，这边扣上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利用这个塑胶的韧性去做一个组合，那这边也是一样，哎，扣进去，好，好的，没问题，扣上了 ，OK， 两侧都扣上了，后面这边呢也都扣上了，整个车壳的部分呢原则上都已经 OK 了，最后就是做这个车子的一个这个最后的细节的调整，门板最后才来扣，上方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好，都给扣进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车子的一个密缝啊，接缝啊，给调整到最小了。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啊。首先的话呢，完全变形到位的情况下呢，滚动性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会非常非常的流畅。那么这个变形的时候呢，由于它这个轮胎它是可以往上面推，那可以往下面调节一点点。如果你发现呢，你的其中一个轮胎碰不到位的时候呢，你都是可以稍微上下去做一点点微调的。虽然它的下方呢看起来好像这个尖刺好像说非常的往前面凸，但其实它并不会去影响到。然后呢，它的一个我手上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漆面好像有一个怪怪的一个阴影在这边，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缝隙的话呢，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地方上下这个地方啊，不管我怎么样去调整的话呢，它还是会有点稍微的有点裂开。而且呢，我刚才变形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一款呢有两个地方好像跟之前的有一点点稍微小小不一样。首先这里头啊，它这个人物肩膀的这两片造型，请记得把它往中间做一个集中，不要让它呢去压到这个黄色的部件跟透明车窗这个部分，不然的话呢会造成你这个变形那个密合度上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怎么好的一个经验。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脚这个地方翻到底部之后呢，我们对比一下好了，我发现这个地方改动之后它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有的。你看原本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冠，这个时候变成不是球冠了啊。那它这个脚掌的这个部分的话呢，等于是说呢在原本的这个 AAT 的这个版本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两个部件是要完全密合，这个地方也推进去，然后后面这块部件也往前面缩进来。但是以新款的这一款的话呢，它的这两片部件呢却是要往外面两侧翻一点点，以及后面的这个部件呢是要推直的，是要推直才能够完全放进去啊。特别是这两片部件呢，我发现呢它是要稍微打开一点点，这样子放进去的话呢，它的空间呢反而是会比较足够啊。我也不晓得说这个到底具体的差别是这个球冠，应该主要是这个球冠造成的吧，这个关节的一个变化之后导致于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啦。那以密合度来讲的话呢，反而是之前的这个 AAT 的密合度的话呢
很明显的话呢是会再好一点。那当然毕竟这是一个放大的一个玩具嘛，在公差密合度上呢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的。虽然它是有一些密合度不如以前那一款，但是单纯就这一款这样来看的话呢，其实它的密合度也是非常可以的。那当年呢我在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后面这个地方啊，我说这边有个缝或怎么样啊，后来有网友给我留言说，这个是法拉利的一个进气口还是排气口，它本来就是有这么样一个缝啊，所以并不是说它的一个模具没有做到位。那我们就再对比一下啊，这个后照镜的部分，你看到新版的话呢是有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涂装的。那它的一个漆面来说，这一次是比较偏向一个鲜红色，而且在一个整个一个镜像的效果的话呢，因为是颜色变淡的关系啊，感觉有再好一些。不过车窗的颜色啊，好像还是原本黑色的一个成分多一点的旧版是稍微好一点的。那其他的这一些武器啊、配件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在车型状态下呢，当然都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搭载的。那整个玩具在变化上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啊，其他的话跟原本的模具呢几乎都是一样的，变形的手感呢也是跟之前一样，但是这一次的话呢调整上呢会比较稍微麻烦一点，会比之前的模具稍微要多一点点的一个专注力度啊。那整个玩具的话最大的价值呢，一来是填补角色的空缺吧，再来是呢它终于做到了一个 MPM 级别的水准，特别的话呢这个角色呢又不是说非常热门啊。相较于其他的博派角色吧，你要期待官方推出它的一个 MPM 级别，可能是天方夜谭了啊。那么这一次的厂商的话，算是又再一次的呢，又填补了这个比例上的缺口，比例上的缺口。那各位接不接受的话呢，就看你个人有没有，坚持说要一个 MPM 级别的电影系列的博派小队了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